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和大家家人一起来思想神在灵粮堂的一些的工作，一些的带领。这几天上次讲过的，在我的基本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信念：教会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但这样的权柄的能力，若是彰显，而且能够产生这个影响力，是在于教会的这个所谓的组成的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这群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愿意叫做道成肉身，因为这是完全是主耶稣基督在服事上的一个榜样。他带着神的权柄跟能力，但是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在地上做日子的日子想要做事情，就是转化整个的环境。如果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是在我们的操练，在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我们的所谓的服事当中要显明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走出去看到人群的需要的时候，你会有个叫做怜悯的心。我觉得当我们讲到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理念，但是我觉得把它抓到一个所谓的基本的一个要素是什么？这个人需要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第38节。这边这样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呢，这边所说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这个病症。然后36节这样的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这个牧者没有羊群，没有牧人一样。这边讲到他们困苦流离，然后呢，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主差派工人，打发工人去收他们的庄稼。我想这是大家很熟的那经文，但是当你讲到教会的宣教、教会的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这也成正这段经文，好像早上我提到这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这一章的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在这个思想当中，我们可以引发出许多可以具体的行动或者策略。回到这个经文来，整个的主耶稣的传福音，他讲的在做什么，走遍各城各乡呢，教训的等等，都出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怜悯他们。然后呢，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说这样的需要太大，所以教会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台北粮堂我们就是一些年前的时候，我们再去定到底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所以我们定位叫做我们是一个使徒性门徒小组教会。使徒性门徒小组教会，使徒性这个字单单这个意思就差派的意思，就打发。差派就像我刚早上我这时也提过，当你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然后呼召他们出来经过训练，然后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训练的当中，他要知道神给他的是什么，好叫他能够做神要做的事情。当他预备好了，他们就所谓的出去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使徒性这个字 by definition 就是差派的意思， to send or to be sent， 就差派出去，但不是随便差派，是要呼召来就差派出去。或许我用一句话可能有机会我们再思想一下。各位常常讲到，我们常常说牧师你会为我祷告，让我知道我的命定是什么。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每个人的命定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命定就是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神这些所谓的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什么叫爱神得益？就按他旨意被召人，马上就讲了一句话，后面整个的 whole package。
神预先制造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再没有一个字比这个讲得更清楚，叫做预定，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过前面多一个字叫做预先制造的人。 OK， 今天我不是要讲那段经文，不过很重要一个事情，如果你问到我，或者如果有一天你想神的造商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你要向主耶稣基督。在你当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两件事一定要发生的，一个就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要向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生活，包括你的服事，我的服事要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能够向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可以，因为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结出叫做圣灵的果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能够 向主耶稣基督，主说我做，你们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所以我们的服事的那个模式，包括服事后面的带来那个所谓的力量，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那谁能够帮助我们呢？只有圣灵，因为这叫圣灵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主耶稣所吩咐我们所做的，而且要做更大的事。 Anyway， 命定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耶稣基督，但是底下有个大家常常听到一个叫做呼召或是差派，这个门就不一样了。神可以差派你到医院去，你说一个医生，在金融界或是在政治界、教育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差派到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不同的岗位上。所以找到命定是很清楚，向主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你的呼召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个传道人好了，到底我要做一个怎么传？我是一个布道家呢，是一个所谓先知呢，我是一个所谓牧养的呢？我需要知道，还是我一个做神学研究的、做教导的呢？那我相信呢，这个叫做呼召。所以呼召有很多不同的呼召，求庄稼的主打发他工人进到不同的环境的里面，因为需要在那里，神会派这个人。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彼得他的工作，他是一个使徒，他比较是针对他的同胞，但保罗很明显他是一个使徒，他所做就是对外邦人传福音。我应该这样的说，当你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当你进到神的呼召，在职场，在那个环境活出你呼召的样式，活出你的命定来。所以你在金融界你活出主耶稣基督来，他在教育界活出主耶稣基督来，你就发现主耶稣在整个的环境的当中，他都显出他的同在。今年啊，我想大家都喜欢问一个问题，牧师我怎么照神的旨意？让我这样的有把握的说，当你一生是为了活出你的命定，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而且你我的追求到一个程度是叫做顺服，你叫神啊，你要到我哪里我就到哪里。我一定要告诉你，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我可以讲一万次，自然的事情。问题今天我们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因为追求像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最高的追求。然后神说你要去那里，当我说我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我就问主，因为我的那个执事会主席跟我说，牧师啊，你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我们准备在下次执会提出来要帮你sign，再重新签这个五年的合同，因为我们的合同从一年签到五年，这是我们的教会的 system。 以前我的做法说那就签嘛，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想到去别的，而且教会还做，大家还蛮喜欢我们在一起来服侍。不过我还是说我要学习，就那时候被圣灵更新以后，我要问主为什么他们听见主声音，为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不问呢，所以我就问。过了一阵子，大概前后大概一个多月时间，神就慢慢 review 他的心意。你到这边做的工作已经到期了，应该告个段落。如果你问我说到哪里去，我不晓得。
但我听见声音。真的吗？我是不是自己胡思乱想呢？甚至有人，牧师，如果你觉得教会有什么让你不舒服不生气的、你要换、你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就调整一下。甚至说你是不是做太累了，你可以全家出去，你世界各地方，你到哪边度假都无所谓，我们就去让你休息一下再回来。我说不是，是神说的，因为在这边的工作告个段落。有一天，张国道，真的吗？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看法都不同啊，甚至不觉得是这样。神说：“我要告诉你，你要离开这个教会，把我教会的名字，那时候的教名都讲出来。”但是我很难去面对应付，因为每个人当我讲这些，他们都觉得不合道理，总有点 sense 嘛。所以他们请我的老牧师，现在他已经在组里面，他来找我谈。永亮，如果觉得教会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你就凭着耐心凭着兴趣解决。我就跟牧师说，弟兄姊妹对我们认真很好，看法不一样总会有，这没有问题。我说神连这个教会的名字都告诉我，就说要离开这个教会，把我的教会名字讲出来。所以我知道我在这个教会告一个段落。我的老牧师非常爱我，非常爱教会，不过这次他有点生气，他对我说，永亮，你不喜欢这个教会名字你就改个名字算了。他有点生气，我知道，不过说不是这样。等到这事情我跟执事会讲完以后，马上台湾就有个机构的人来找我，牧师，我们讨论过，我们希望你回台湾帮我们做策划的工作，最好你能够进到我们的机构，不行的话你跟我们机构做一个短期的，不然的话连接每一年回来多久。所以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要回到台湾来。完以后，周牧师在北美我们碰过几次，那当时一方面是他在刘同牧师那边开堂啊等等，那有两次呢是我遇见他，因为刘同牧师的姐姐呢在我们的教会服侍，那他的先生呢，他弟兄呢是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所以我跟周牧师碰过几次面。坦白说那时候林良堂在哪里我都不晓得。周牧师说你要回台湾的时候要找我，所以回台湾我总会给他打个招呼，因为我知道我要进到基层的一个机构去服侍。我本来是应该这样说，我是第一次进到灵粮堂，我跟周牧师本来不是很熟，或是真的不熟。我讲这些事在这里，当你服侍神的时候，这边说主耶稣周游各地方，如果你去到某个地方就有一个自己的 agenda， 我去是要干什么干什么，可能很容易的神要你看的你就看不见，因为你只看见你想要看见。我回台湾的第一年，二三年前，我没有进到灵粮堂，我没有加入。周牧师非常非常热心邀请我，他真的非常爱我，但是我真是说我回台湾的时候是50岁，我真要搞清楚灵粮堂是怎么一回事，我还不知道灵粮堂干什么。但是当我进到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时候，特别从周牧师开始，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是周牧师，我会对欧牧师有这么关心吗？我会做这种事情大概也不太可能。但是周牧师对我的关心，讲个笑话给你们听。有一次他走过来走到我办公室，他就看到我，他看我要跟我讲一些事情，不过他手上拿个香蕉，欧牧师分你一半好了。他就手上拿个香蕉跑过办公室跟我讲的事情，我分你一半好了。我要说实在这里，就像那天呢，我们大家聚餐的时候，牧者欢迎海外的，我真是说周师母周师母，因为我们那桌上没有人了，我一个就刚好还他们俩在，我还要告诉你，65年周年，或者20几年来，不是你们的话，我不会进到灵粮堂。
好像这一段的话，我要告诉各位是说，如果你要做神的工作，甚至你要像神这样，要做道成肉身的工作，你需要有一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这个事情叫做怜悯。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说哦，这好可怜，怜悯这个字在原文字就你的里面的内脏会动，这很难翻译，内脏会动。换句话说，你看到一个 situation， 一个的环境的时候，不是说哎呀好可怜啊怎么样，你完以后会 affect 你，会影响你。当然我相信这个讲讲你们会明白，你看那个很难过的事情，你有时候你觉得会反胃的，或者某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担忧到一个程度，你会里面有挂虑的。这不仅是那个事情的客观是在那个地方，但那个客观是会影响你成为那个你主观的经历。主耶稣这时候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带着神的权柄能力要在地上要完成神的使命，就是翻转这个世界。神找到一个人，或从那个人开始找到一群人，就是有怜悯心肠的人。主耶稣代表 这一群的人，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这群人才发生。所以不仅讲究神给我们的权柄的能力，我们要讲究的是我们有主的生命嘛。这个我们很大的一个范围可以谈的，但是讲到主的生命，有一样事情你会产生这个同，不仅是同情，是个怜悯的心嘛。这是我一个为什么我会要做回到台湾要做计程。我本身我的职以前在职场我是做纺织，我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在台湾的纺织也是很不错的。不论我在大学学习这个去打这个暑假实习，后来就到国外读书，读完书在这个纺织公司，在纺织厂面啊，这个不同的厂不同工这个部门跑过以后，我真觉得基层的劳工很辛苦。辛苦我不觉得只是八个钟头这边是他们心中的苦闷，他们就对那个机器做同样事情。你说他们的前途，他们的盼望，我相信他们就每个礼拜拿个 paycheck 回去，就是过那个礼拜的生活。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当然你跟我说跟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很别扭。人是这样的生活吗？一生一样就耗下去吗？当然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主管跟这些劳工弄得不愉快的时候，这些基层劳工你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你多讲一点，这个老板不高兴，可能就不把你请走。我看他是很不舒服的时候或难过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神的公义在哪里。没有错，这个世界是充满不公义的事情，那底下问一个问题，你怎么去改变？你怎么让神的公义能够显明在不公义的环境当中？你怎么样？我不能够改变那个所谓行不公义的人，但是那些在不公义的底下被对待的人，我能够做什么吗？我不能够改变他老板，因为我也不是那个他老板的老板，但如果是的话我会做一些事情，但这些弱势的我怎么能够帮助他？我们要给他有盼望，绝对对。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他目前的光景叫他看不见盼望。我们说将来会怎么样，他甚至想将来的我怎么过完这一生，不是我的问题，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孩子的问题，我怎么办？感谢主给我来到灵粮堂这个大家庭，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突然发现原来很多人都问教会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当然有人讲跟这个教会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从个人从他家庭，教会能够在我们这个社区能够做什么？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是一个被圣灵更新的教会，灵粮大家庭就这样。我们带着神的权柄跟能力，我们知道神很清楚我们要传福音，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承认我们等等等等都对。甚至有一样事情，那谁去做呢？所以庄稼的主要打发工人，
The whole point 在这里，为什么要庄脚打翻？哎，你只要甘心乐意做，世界上有很多做慈善事业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的工人他需要明白他的有的权柄能力，有的资源是什么，他清楚知道他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更要紧的，他是庄稼的工人。The point is， 这个工人要像这个庄稼的主，特别在生命这件事上，特别在怜悯这件事上。另外一段经文，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想两方面，其实很多方面，不，突然我发现原来一个就是有权柄能力的。我祷告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我真的没做什么，我真的牧师刚好奇怪，我说奇怪什么？刚刚你祷告的时候一个热情我就好了，我说真的。我虽然告诉各位说耶稣会医治，但他一碰到医治的时候我还问他，你真的？哦，原来基督是这样，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问题你做事情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人家说你好厉害吗？这是题外话，我要说在这里，你我需要带着神给你的权柄能力，好叫你能够完成旨意。但你中间，你这个人特别需要就有一个怜悯的心。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充满了神的爱，因为怜悯就是爱，是一个爱的具体的彰显。爱可以很抽象，但怜悯有行动的，成为别人一个需要人的帮助，爱就显明了。但不要忘记，圣灵也把这个恩膏带下来，叫做权柄能力带下来。让我很快的提一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以赛亚书，或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第四章他就用传书来 describe， 在描写他的 ministry， 他的工事工。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叫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对我来讲，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四样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包括身体的贫，心灵的贫穷，也包括生命的贫穷。有些人物质并没有贫穷，但他灵里面是空虚的。你翻到用 Billy Graham 牧师所讲话，人家说 Dr. Graham 你怎么到世界各地布道，你都知道 你到非洲也是这样，到南美洲也是这样，你怎么知道这人需要，怎么跟他们讲福音呢？对大学生这样讲，对劳工是这样讲，你怎么跟他转福音？他说我不需要去 分类啊，背景是怎么样，我只要一件事情，如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他们永远是活在空虚的里面，是活在没有盼望里面，我还操心他是劳工还是什么。只要知道他还没有信耶稣，我就知道他一定需要福音，因为他是贫穷的人。当然我们进到灵恩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叫被掳得释放，这是从罪的角度，因为人都在罪底下，好像关在监牢里面、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瞎眼得看见，得医治，意思说这是讲到医治，然后受压制时得自由，受压制得自由，这受到邪灵的控制。所以四人，第一个是贫穷，第一个在最终被捆绑的人，第三个是身体有软弱包括心灵有疾病的人，身体疾病，第四个是在邪灵的控制的底下的人。不要忘记最后那句话，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这是给我带来一个所谓传福音的时候转化的，给我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那个地要成为一个喜乐的地。再回到刚刚所说的，当我进到灵粮堂的时候，第一年我没加入灵粮堂，第二年我就加入灵粮堂，因为有些我需要去面对，有些我需要了解是神的带领，是要来灵粮堂。回台湾我已经来了，到底要不要灵来灵粮堂？所以有一次我在讲到，大概是最先一开始这样，有一天我在这，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在宣教大楼，那时候山庄还没有盖起来，应该有看到我们那个墙啊，这后面那个墙是圆形的，还有一个罐子啊，这样切下去。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看到一个异象，天花板
跟那个墙的夹缝的当中，一些黏黏东西，褐色东西就流下来。我就问主说这是什么，主说你走进去看看啊。当然我不是人走过去，不好在林里面走过去看，就是蜜糖，蜂蜜 honey。 我大概没有问太多，我就转过身来。当我祷告完以后，我就讲我要宣告一件事情，不论我在灵粮堂会待多久，但我没想会待到二十几年，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不论我在灵粮堂多久，我要看见灵粮堂是台湾最喜乐的地方。我要奉主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同工，你们服侍的地方要成为最喜乐的地方。你只要喜乐，人就会来，对不对？你根本不用吭气，人就来。因为他们发现世界很多叫你喜乐的地方，最后都是空虚的，都是痛苦的。你要成为那个地最喜乐的地方。圣灵给你恩赐，给你能力，圣灵给你那个生命。每一个受伤的人，每一个受捆绑进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他们改变了。常有人说，牧师，你如果做这样的所谓社会关怀这些工作，去帮助软弱的人，是这不会很累啊？是很累，当然很累。不过当你看到这些人在这么痛苦当中被翻转过来，被鬼附的得释放，有疾病得医治，然后贫穷的人在这个地方，或是不论是心灵或者他们的生活，能够有个极大的翻转。有一次我们的长者牧区啊，那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那时候长者老人家很喜欢祷告，我就说有什么需要的祷告，哦，全都跑出来，那正很多人挤满满。然后老人家祷告也真的，你需要一点耐心，牧师为我头祷告，我还没为他头祷，我的胸也不好，我的脚也不好啊，从头祷告尾啊，就是说我的丈夫也很麻烦的，所以你要为他祷告。我走到一个姊妹的前面，我看看她，我就说你要祷告什么？旁边一个姊妹说，她是第一次来教会，从来没有来过教会。那我说要祷告什么？她愿意为她祷告，我不要冒犯人，不是冒犯不好，这不要去勉强，恩典永远不能够勉强。恩典永远不能够加上律法，因为我在律法上已经走了好多年，直到被圣灵更新，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恩典。 Anyway， 他就跟我说，这个朋友他已经很痛苦，他的喉咙不知道痛了多久，医生说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办。这喉咙应该是喉咙还是头，反正在头部。我就跟他说，你愿意为你祷告？他愿意。我说这样子，不是我能够医治你，但耶稣可以医治你。我就用三秒钟讲一下，因为他从来没来过教会，我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位朋友啊，这姊妹已经告诉他耶稣是什么，是谁，所以他但耶稣能够为他做什么。不过进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就说你要为你祷告吗？就耶稣可以医治你，他愿意。哦，这样的话，你不要告诉我你的问题在，你要不要告诉耶稣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不可以自己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我说我当然你不会祷告。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几句话？耶稣求你进到心中来帮助我，可以这样讲吗？我带他讲一句，就这两句话。耶稣求你进到心中来帮助我，讲一句，讲 OK， 讲得很好。这样啊，再一次，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因为我的喉咙不好，可不可以医治我？我说你要跟耶稣讲，比我你跟我解释的更好，我不是医生。他就讲完了，耶稣讲现在来帮助我，医治我，你也帮助我的胃也不太好，我的腰也不太好，我两个腿发酸，够够够够够。我们先来为你的喉咙祷告。主啊，他要你，你说凡来到你面前，一个人都不会丢弃，寻求你就必寻见。这个跟救恩这首没有关系。
我一说他 还是不得救，这时候他要需要认识我们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求你向他显现，求你按手在喉咙上，求你做医治，这个人就不见了，因为他已经躺到地上去。当然还有一群人，我就问别人道，最后我转转就问史牧师的这个师母，哎，因为史牧师站在我后面呢、啊，我说刚刚那个人呢，我好好奇、啊、他怎么又他跑哪去？哦，牧师他已经回去了，他怎么回去呢？他牧师你不知道，他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史牧师史牧在边，他非常高兴，跳着出去。他说：“你们的耶稣是真的，你们的耶稣是真的。”亲爱弟兄姊妹，神已经把这个恩膏，因为你要做他的工作，放在你的身上。你不需要求恩膏，你只要走在他旨意面，恩膏就轮到就落在你身上。不倒过来，你需要知道神的旨意，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你愿意在任何环境活出主耶稣基督，你任何在任何环境主差遣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照着心意神的心去做，圣灵会带领你。这就是为什么在台北我们这么喜欢走出去去接触那些有需要的人，什么人都有。有一次、哦、管理员我在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加拿大的管理员在跟一个小姐在说话，哎，牧师你来跟他讲讲。我说什么事情？那个管理员，这个小姐她不是在我们教会，她走过门口，她看到教会，她就说你们教会可不可以为个猫祷告，会猫会不会好起来。后面我看他穿个 T 恤是什么来个工来的。我要说在这里，教会是你所处的地方最喜乐的地方，报告神愿人喜念，你就看到人就会被吸引，人就会进到这边，因着他们遇见这位主，他们人人的需要就可以被得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对我来讲，教会的建立包括宣教最后的目的都是转化，转化就让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就把天国的文化带到那些不属于天国文化的里面，就弱势里面。关于这方面施工，不然老人啊弱势啊，还有这个比较穷乏的地方啊等等，我想我们有机会走进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教会有机会实际参与社会关怀的行动，其中特别针对长者、家庭、弱势以及特殊族群，发展出不同的服务项目。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许多年长者被迫独居，照顾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在社会关怀行动中占了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的长者送餐主要的对象是针对就是独居然后行动不便的长者，因为长辈在家中一整天，他可能没有任何人跟他接触。那我们的送餐员送到府的时候，第一个是要把热腾腾的餐食给长辈，满足他的营养需要，最重要的是让长辈可以感受到爱。为了配合送餐需要，我们特别设置了社区厨房。那社区厨房它配置了专业的营养师以及专业的厨师，然后来烹煮适合长辈的营养需求的餐食。社区厨房预备的餐食，除了送餐的需要，也提供给社区里面供餐的据点。社区供餐是透过跟社会局合作的一个据点供餐，然后早上会安排各样的一个运动，运动完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起享用从社区厨房直接运送过来的这些餐食。居家照顾服务是针对行动不便的长辈，我们是培训一批专业的
居家照顾服务人员进入他们的家中，然后提供身体的照顾以及各样的服务。当日间照顾服务主要提供的是轻中度的失智长辈，提供相关的课程运动来延缓他们的退化，然后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让他们可以维持健康的生活。关心今天的年长者，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教会和福音中心以各样的方式服侍所在社区的长者，要陪伴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开心地享受每一天。在忙碌的社会里，有许多的角落，对他们来说，家并不是一个避风港，而是暴风圈的起源。教会是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接受社会局的委托，办理福民平宅的亲子家庭服务中心，主要是针对低收入户的家庭，他们通常都是有18岁以下的小孩，然后我们会连接一些相关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提升自我的价值，突破环境的限制。大安以及文山妇女暨家庭服务中心主要包含是个案辅导的部分，我们一对一去了解他现在目前生活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会去衔接一些相关的资源来协助他。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也会开办就是技能训练班，教他们贴钻缝纫，来作为他们技能的上面的一个训练。这个社会还有许多是亲职失能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需要更多关心和帮助。这些家庭小朋友下课以后其实是没有地方去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全台，在各个福音中心还有全台的办事处，我们就来开课后班读班，按着不同的需要，在各地办事处开办许多的品格的课程啊，像才艺课程啊，还有音乐啊、美术、理财、英文等等。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课程帮助孩子们可以提升学习的动力，更是可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让他们有信心来面对新的未来。每个星期六，有一群社会上视为边缘的人，来到万华柳乡社区活动中心聚会。当中有许多人，他们是街友。很多人其实他们的难处是超过我们能力能解决的，可是他们愿意信耶稣啊，好，那信了耶稣就开始有生命的改变，我觉得是满满的神的恩慈怜悯。教会关心他们，无论是夜访或者谋合工作、开办课程，要把转化生活的钥匙放在他们的手上，帮助他们重返社会。比债是脱贫的起步，这个社会大约有60到80万人因为还不了债务而无法正常工作或生活，学习理债帮助他们重新出发。我们提供了前端的服务，帮助这些债务人，协助他们连结法律辅助基金会，申请辅助律师，透过司法来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他们原是一群智力障碍、自闭症、唐氏症的孩子，原本隐藏在角落，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能站在舞台上接受鼓掌。因为原本他们好像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可是当你给他的时候，那给予鼓励、给予赞美，还有我们有这么多爱心的老师，他们都愿意陪伴。没想到他们里面非常多的潜能，给予他们时间，给予他们舞台，他们可以做得非常好。当父母年老时，这样的孩子将要如何面对未来呢？喜乐家族因此有了双老家园的计划，希望未来能建造一个让孩子自给自足的家园。目前在实定的喜乐小甜甜计划，正是双老家园的一个实验基地。关心孩子，更要关心父母。
因为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这是天使星家族的理念。因着这样的初衷，他们用音乐会去接触家有身心障碍儿的父母和手足，每年举行336爱其儿日，提升社会对他们的理解与接纳，也透过定期举办的家庭讲座、亲子喘息营，实际帮助他们正面地迎向生命的挑战。我相信如果我们从牧养弟兄姊妹起来，愿意为神来做，他的专业也好，他的态度也好，忠心，然后加上有神给他的恩赐，更要紧，他爱神就一定会爱人。我能够把这弟兄姊妹带起来，然后加上企业进来的这个的资源，那最后的目的你就发现弱势能够起来， OK， 他们不再贫穷，而且他们的生活态度改变，都有盼望。我相信这样的走下去，我认为台湾应该会有个很大的改变。台湾是我们的土地，许多辛苦的人和故事正在这块土地上不断的发生。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跟随神的脚步，走进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找回当有的尊严和笑容。这样的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在你我的城市遇见爱。我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工，我们只选一些每一个事工如果坐下有机会听他们讲的，都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我就很快的提提，这么多的事工我们需要几方面，特别如果我们不走出去，我们不可能看到有这么大的需要。所以福音中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机制，一个 system。 当我们升到台北新台北市各个环境，但包括这个以外的一些的城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摸着这些人的心的需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们的心，我们才真的能够把道成肉身，把天上的文化带下来，把天上的能力权柄带下来，触摸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帮助一些，比如说这个在台湾欠债人很多，到最后逼的只会成为街友，我们就帮助他一些基督的律师，帮助他们怎么还这个债。有个是到一个几年以后还没有还清，不过银行就通一个通知，就以后就不用还，所以突然100,000+就还清了。当然从银行角度可能是他们可以好像这个每年的这个盈余啊或者亏欠啊，就把它取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长者的年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根本已经超过生出来的，我们怎么帮助他们？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软弱智障的等等，有些父母告诉我们说，牧师，我们担心的就是我们现在预备这么多这个所谓的资源，好叫他们以后我们走了以后，老人家说我们可以，他们可以生活。不过问题是谁帮助这些他们的孩子来处理这些资源？所以我们的同工一直在找，做一个这个老少两代能够，我们现在有老人院，但没有这样的院。我们那个生活上，我们甚至需要有一个机构帮他们负责他们的财务啊各方面，好叫他们能够平安的走完他们的一生，而且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能够欢欢喜走完这一生。我可以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每次听到街友，我们现在街友专有180-220在聚会，我们的喜乐家族这个大概有200+在聚会。社会可以做一些事情，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相信除了你有资源有能力，你需要有一个心叫做怜悯的心。所以到一个程度，政府还问我们你们是怎么做的，甚至有些学校专门是所谓处理这些就是这些老师们训练成为老师，怎么去帮助这些特殊的，他们跑到我们教会来实习。这些孩子实习当中有些孩子也信了耶稣，我很感谢主。当我们折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神就一步步为我们这样的预备。这些年来我们也真是跟社会连接在一起，因为公益的事业是大家都愿意做，政府甚至有预算去做，一切的慈善机构也做，这样我们有机会接触在一起。
也因为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把福音不是用讲的传出去，是用做的传出去。当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这个行业的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件事情，慢慢慢慢他就发现，原来基督徒他的处理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方法会更好。我们有一个这个社区的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我们这个邀了差不多有20位志工，就专门学这个志工的，像我们专业的这个全时间的同工，一些专业事情我要请他们来处理。那有个社区，刚我们看到以前叫安康的，有10几个，政府他政府给我们4个名额，我们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大概我们多加一个，我们自己做预算。不过 anyway， 政府给我们这个。那过一阵子以后，有一些别的原因，我们就停做了1年。突然政府打电话来说，你们要不要再做？因为原接那个单位做不下去，我们就说我们不能够做，因为我们有别的施工，而且在过去做的时候跟政府合作，中间有些是不太方便，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可能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就开会完以后，政府说你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不管你，只要你们来做就好。不是我们夸口什么，我真相信神的权柄，权柄能力是在神的手中，我也真相信神已经把他的权柄能力给了教会。教会不是在那边说我多厉害，我们多大，多有资源有多少，乃是我们是否能够带这个道成肉身，讲得更具体点，带这个怜悯的心走出去，你会看到整个的环境会改变。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不仅是用在我们在这个在我们在社区啊，我们在台湾里面每一个的在外面的宣教机构，我们都是选择我们，或是说我们都是跟那些有需要的连接在一起。我们不做锦上添花的工作，我们也不是为了多几个就多几个，我们要跟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他们不仅去是财这个资源的出于 等等我们奉献 等等支持多少，我们要他们人要去。所以看见我们的一团一团的去的时候，有时候去好几次，所以反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跟当地的这些这个福音机构啊，或者这些教会连接在一起，真的我们好像一家人一样。我相信神要把天国的文化带进来，这天国文化不只是讲，不只是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the kingdom of God， 让神的工作显明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我相信当我们照神心去做的时候，那个的地方不公义要成为公义，忧伤的要成为喜乐的，然后带出一个极大的平安喜乐来到这个社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继续引领我们，你在教会做成你要做的工作，你已经把那个传福音的或者建立在地上建立神国度那个蓝图在你的话语里面给了我们。主要让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心意，就是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让我们这个我们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成为一个被呼召的教会，是一个成为一个你可以用来改变这世界的教会。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